那邱玉凯跟这个张敬远两个是这个师徒是在一起谈的，邱玉凯就是他以前的网军头子，后来继续关关说兵役问题啊什么，好那就打暂时打个冷宫。那这陈浅一下跑去当了一阵的副理，就是这个这个银行的副理哈，就是张那个张敬远的手下永丰金，一下就回来，哎，他他当然也有程度哦，他是练商学院的，他程度是好的，然后呢那最海外账户最厉害是谁？冷钱包这些，但是张敬远。 就很厉害，台湾前几名啊。嗯、那他那徒他的四大徒弟也学了不少本领，哎、欸，就弄就弄回来当悠悠卡的总那个总经理。經理你知道我们所有的四大公司悠悠卡这些，大概就是十六万，年薪就是十三乘以十三点五，大概就是两百万。嗯，年年终奖金收入。那张俊远就介绍就怎么样？他多重视张俊远了。张俊远就跟他讲，哎呀，这个我徒弟邱玉凯哈、哦，他他那个总经理啊、哦，很有创意，你们可以转投资啊，干嘛可以赚很多钱啊，等等哈、哦。 就给他加薪到四百万，哇！你说本来悠游卡总经理的是 200, 就是两百，是两百，对，农总总经理是两百，都是两百，好不好？可以说加就加，对，那完全没有规矩。议员是在做什么？会不会议员就翻脸啦、啊？坏就坏，雨情有哗然，报纸也登，电视也不就不敢又退回两百，一员没有翻脸就是四百了，<家>好不好？对，说加钱就加钱。今天重点不是邱玉凯，邱玉凯当然重要。所以悠游卡公司也是在邱玉凯的手底下上柜的吗？ 对，是他搞的，对对对对，就是陈老板的旨意，把这个市政府的大金库变成银行的金库，而且,而且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？是柯文哲已经要卸任的前两个月，嗯，然后拍定让他上市上柜，呃，让他上柜，嗯、哦，然后呢，后来蒋万安居然就买单了，蒋万安上任之后，最后他拍定，他居然就给他签名，啊，熊丢一些。后来被议员检讨之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算资产的时候少算了，哎。 我们少算的资产，所以那个所有的股价等于是被低估的。等于柯文哲在痛骂马英九随便卖掉北市营的时候，对他对悠游卡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。图利财团，阿伯里西班牙娜违法吗？<對>啊、就是柯文哲的逻辑。骂完马英九，他做同样的事情，<對 S 2> 但他掌握权力的时候。所以我想，我会请问一下小平议员，嗯、就你所知，邱佩玲不会只有一个吧？就好像易川兄问的啊。 那黄珊珊有没有在这个经手人的名单里面呢、啊？那黄国昌呢？只割小草吗？黄国昌、张金远有没有捐钱给柯文哲？黄国昌是不是张金远加强力道而水到渠成变成不分区？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你知道？好，然后我讲，他说一窝一窝的，他很简单，他议员的便当会，然后议员是希望这些都议员的金主也不要吹牛了。那可是合法的帮忙金主的金主的忙，我觉得也无可厚非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追加。 就是变成他变更好的朋友，因为行政权比比我们这个我們的立法权大太多了，嗯、所以他第一個管道他是自然认识的嘛，第二个是便当会，第三个是金主认识金主，就一窝一窝认识一个就弄一桌兄弟会，他的功夫是这样这样做的嘛。我我认为那一桌的人都有介绍，刚刚东豪讲那个都会朋友，王<說>国昌也会介绍，做主桌的都会在另外开辟新桌，就十四个兄弟会啦，那边、嗯、<laughs> 有十四个金主。 就他就用老鼠会的方式这样一直滚的，从政很好赚钱哎、欸，我的、啊、不不不，从政一样，他这么无耻才可以赚很多钱，好不好？你也不容易啦。<laughs> 这样那哎，募款被打枪也要厚脸皮，也是我有我们就募不到款，人家就人家不捐不捐，那很丢脸的、欸，很尴尬嘛。他是不怕丢脸嘛？二十万、三十万、十万，什么钱都要好，那、哦、我们讲这个金牛，他到底今天你看检察官呢、哦？很清楚是赢钱不赢罪。我讲世俗的，不要讲法律了。他他收了多少钱？金牛被抓到。 你觉得就差不多了，就交代了过去雨晴，嗯，两亿好不好？合理吧？两亿可以的吧？你说这几几千万，我觉得都过不去了哈，嗯、因为连印小薇都四千七百万了哈。嗯、好，我我觉得至少两亿以上了，我个人的判断了，嗯，因为因为你看哦，你看光他那个茂名就用掉一点八亿了嘛，这个钱哪里来？四面八方的钱流入大水库，大水库的翡翠水库的这个。 局长就是柯文哲，你知道？这么大水库全部在他这边、嗯、这边汇流，我认为钱已经够了。当然，现在检察官绝对不会轻易就放过他。他一政治上我放过你，我不传黄珊珊，不传谁，不传谁，我所有的你胡闹啊、任性，我都让你。哦，我真我就是不要因为我政治上然后混淆了，那抵消了这个追查贪污的成果。 哦，oh, 我认为是这样子，哦、所以你说检方是沉稳，当然嘛。我跟压掉，我等卖压威。是啊，让你们民众呢去尽量。随便你讲，到时候我一翻两瞪眼，全部打脸嘛。你对检方这么有信心？是，我认为这个案子一定会破得很漂亮。我个人，哦、我个人，嗯、我认为至少有几亿的金流以上，然然后可以，只是他现在要冷钱包，要那个嘛。 要那个科夫咬的海外的账户嘛？看艾格蒙怎么抓，那个就是更厉害的玩意儿、嗯、那破的话，就比比比破陈水扁的海角七亿还厉害的，还破的就得一百分的嘛。我认为八十分一定过得了关了。好，嗯，那现在哈、哦、有几个人非常重要，那应用消去法大概就是他嘛啊，尤其他帮了柯文很多嘛。好，那邱玉凯跟这个张进远两个是这个师徒是要一起谈的。 邱贻凯就是他以前的网军头子，后来继续关关说兵役问题啊什么，好那就打暂时打个冷宫那这陈潜一下跑去当了一阵子副理，就是这个这个银行的副理啊、哦，就是张那个张敬远的手下永丰金，一下就回来。哎、欸，他他当然也有程度啊、哦，他是练商学院的，他程度是好的。然后呢，那最海外账户最厉害是谁？冷钱包这些，当时是张敬远。 就很厉害，台湾前几名啊。嗯、那他那徒他的四大徒弟也学了不少本领，哎、欸，就弄就弄回来当悠友卡的总那个总经理。經理你知道我们所有的四大公司悠友卡这些大概就是十六万，年薪就十三乘以十三点五，大概就是两百万。嗯，年年终奖金收入。嗯、那张俊远就介绍就怎么样？他多重视张俊远了。张俊远就跟他讲：“哎呀，这个我徒弟邱玉凯哈、哦，他他那个总经理啊、哦、很有创意，你们可以转投资啊，干嘛可以赚很多钱啊，等等哈、哦。” 就给他加薪到四百万，哇！你说本来悠游卡总经理的就是两百，是两百，对农总经理是两百，都是两百，好不好？可以说加就加。对，那完全没有规矩。员是在做什么？会不会议员就翻脸啦、啊？或就花雨晴有画烂报纸，也登电视，也不就不敢又退回两百？一员没有翻脸就是四百了，<家>好不好？对，说加钱就加钱。今天重点不是邱玉凯？邱玉凯当然重要。所以悠游卡公司也是在邱玉凯的手底下上柜的吗？ 对，是他搞的，对对对对，就是纯老板的旨意，把这个市政府的大金库变成银行的金库，而且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？是柯文哲已经要卸任的前两个月。嗯，然后拍定让他上市上柜，呃，让他上柜。嗯，哦，然后呢，后来蒋万安居然就买单了。蒋万安上任之后，最后他拍定，他居然就给他签。啊，熊丢幺些。后来被议员检讨之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算资产的时候少算了哎、欸。 我们少算的资产，所以那个所有的股价等于一直被低估的。等于柯文哲在痛骂马英九随便卖掉北市营的时候，对，他对悠游卡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。图利财团阿伯里西班牙违法吗？对、啊，就是柯文哲的逻辑。骂、啊、完马英九，他做同样的事情。对，当他掌握权利的时候，对，而且比较蠢的是，蒋万安就签名，就让他今天两种东西哈是不可以。 随便三思三规，第一个是赚，像原力就不要，因为太赚钱我干嘛？我何必分别人？我不何必大众赚，对不对？嗯、那第二个就是公家的人控制的尽量不要卖掉，这是基本的原则。嗯、好，那这个那这个冷钱包，我觉得真的要传邱玉凯跟张进元嘞。好，那刚刚刚刚那个标题有讲，那重点是邱玉凯现在在哪里？不你就传他当证人嘛？了，那也要传回来嘛？出国就通缉他嘛？你、嗯、不还就被告。然后那有一句话，刚刚那个瑞德讲。 嗯，有什么部署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还是漏写两个字，不是救赎，不是只有救赎啦，还有家属，好不好？<laughs> 很多邱宇凯张静元橘子、蔡碧如、黄珊珊、陈佩琪、柯户瑶，全部都要传，好不好？还才完整，好不好？还要再两个月才能、欸。家属很重要，什么只有救赎重要？